这些人应该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病毒，不是中国。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聚焦国内的疫情防控，加强抗疫国际合作，而不是攻击抹黑中国，甩锅推卸责任。If it was a mistake is a mistake. But if they were knowingly responsible, yeah, then there should be consequences.新冠病毒源头问题是个科学问题，应当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，不应该被政治化。